我的妈呀！我看咱们没付款的，赶快去付下款。我看着还有些没付款的。哥姐、叔阿姨们，你看，这都是没付款的，你们说要不要提？对，你们我听你们的。要不要提出来？因为叔叔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要提，咱就直接给提了；你们说不提，咱就不提。因为很多人他是拍了没有及时付款，有的可能在充钱，有的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。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我是希望就是咱们，话说回来，他要是等着那个，我的妈，这个更厉害。直接拍了100单，哇，我的天！但是这应该是拍错了，应该是拍错了。应该是拍错了。那行，那我就直接给踢了啊！踢了哟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刚刚没有抢到的，然后还没有拍的，现在赶紧去抢。已经踢了，大家就拍一下吧，这个品就过了哈，真的就过了哈，不一单都上不了了啊！咱们直接再让阿牛给大家。跳个舞，踢踢踢，踢踢踢了哟，叔叔阿姨们。先上羊肚筋，我的妈，这羊肚筋，先上羊肚筋也是可以，好吧？因为这个羊肚筋确实是有点 YYDS 的。好了，拿个篮子，丢个篮子。那不行，就先给大家上羊肚筋，我到时候看一下这个阿姨的羊肚筋。先上后头个羊肚筋，干了干。是你们的，你们想要什么就给你们上什么。干了干了。饭前多，饭后多。也干也干净，这个。那个包子粉，您吃包子粉还有最后几单哦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见过长得这么丑的羊肚筋吗？这么丑。是不是跟你们？我跟你说，就是，特别香，都特别的香，都特别的香。这个就是山货羊肚菌，你们没有见过的那种羊肚菌。你们所见过的羊肚菌是黑的，这个羊肚菌它是白的，它颜色是泛白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山货羊肚菌。羊肚菌菌子中的天花板，就是不，云南是产菌的最多的，就是在云南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它也是云南所有菌子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。这个东西特别的，它只在高档的餐厅里面在用，像你们一般在市面上见的99%都是大盆里面的，而这个东西它不是，它是山货。这个东西你们别说吃了，你就是见都没见过，它这个东西是出不了山的，知道吧？就是他们要不自己拿到街上就卖掉了，你想买可以，到来咱们这么街上也是能买得到的，实话实说，但是价格天价。对，价格很高，底价给他收过来，是我们属于收购价，看一下谈，看看能不能谈得下，好不好？怎么吃的话，这个就直接最好的吃法，切的稀碎，泡个15分钟左右，切的稀碎，做鸡蛋羹，一碗鸡蛋放一颗、两颗，煲汤也可以，煲汤也可以，但是有一点怎么吃，千万不要炒着吃，浪费。炒着吃，咱吃那吃不起，知道吧？真吃不起。阿姨，哎，这个在哪里采的？这个是在长沙采的噻，特别新鲜，确实，这个确实好，确实好。一看，说实话，哥姐们，真好。阿姨，哎，你们多久能采这么多？就我这一小筐要采多久？哦，这个要好久才采，好久才采的，才采的这点，采的要晒干的。还要晒干，哎呀，晒干，这多少个山采？你们那你们自己采的，你们是不是经常吃啊？不吃，那个我们那个采的太贵了，贵了贵了，舍不得，舍都舍不得。那天我们各地买了盐水，要没那个卖钱，可能那个卖钱都拿来卖钱，补贴家用，这确实是这样。用噻。是野的，叔叔阿姨们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你看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，你看。我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羊肚菌，有没有？有的大家打个有，没有的话咱们打个没有。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。阿姨，哎，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了，就是你直接给我个便宜点的价格，我直接就给你收了，对，全部给你收完了，你也省得背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报个价。1650。1650，一斤500克，对吧？回答我媳妇，你要问什么？阿姨，这个香樟哪捡的？这个香樟哪？我知道，也拿来晒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姨，你听我说啊，
你听我说，这个的哥姐们，这个都、哎、这个都是按克卖的。确实就是按克卖，真是真的，真的，这个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就在昆明有一个野生菌交易市场，知道吧？我到那边也是能收到这种货的，但是我不想到那边去收，我想收你们的货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经验，我知道，就是你不卖我给我们，你有可能也要拿到那边去卖。知道也有可能有个野生菌交易市场，你们应该都知道的，知道吧？价格比这个高的，价格比这个高，价格高，那么贵，这这所以说，阿姨，我给你个价格，绝对是现在的行情价，我绝对不坑你的一个价格，行不行？你要觉得能行，我就给你收了；你要觉得不行，没关系的。等一下，你要说这哪里？我再给你个十块二十块的，你那个，你打个车回去，坐个车回去都没事的，因为年龄那么大了也不容易，好吧？九百。要么这店门那店有车就分。这个就是行情价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行情价。九百。对，九百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咱们能不能把九百打在公屏上面给阿姨看一下？这个不是种植的山货，山上的山货不是大棚里面的山货羊肚菌，你见都没见过这种，你不要带节奏说几百、三百、五百，你给我多少我要的，我不要，我是狗，就这么的任性，那不可能，什么东西它都是有行情的，它贵有贵的原因，你想便宜可以到某宝上面去买，几十块钱买一大包，那这一颗都抵那十颗。对，你吃了没效果，你吃它干啥？觉得小苗说的对不对？你吃了没用，你吃它干啥？九百一斤，我们等一下，看能不能谈得下来。前提这是的是阿姨愿意收，愿意卖。九百一斤，然后就是50克50克的给大家上，五十克就这么的一半。而且这个晒得也很干的，特别的干，对，晒得很干，你看已经晒得干了，特别的干，特别的干，特别的干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我来跟他再谈一下啊，阿姨啊，哎，九百，收了900，不少，真不少。我们因为我们经常收这个东西，价格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说实话。900卖不走，你看他泡的那个汤都是金黄的。这个是泡好的啊，对，这个是泡好的，泡好的他们是怎么吃的？平时啊，这个泡好过之后，这里面是。在里面装上肉，这是他们云南最常见的吃法，就他们装点肉，然后进去吃吧。还有，椰子中还腌腌着兔子呀，点汁煲汤，煲汤，炖鸡，炖鲜的，炖汁煲汤，炖排骨那些都可以。就是我跟你说，你就蘸着这个水，都能闻到鲜味，它的那个特别的鲜味，知道吧？阿姨，哎，我是真想跟你要，真想给你收了。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想要的，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想要，我来跟阿姨再谈一下，好不好？阿姨，哎，900块钱是行情价，就是你不卖给我，你卖给别人，对，有可能还没有这个价格高，至少你想想，你拿到山，你这要拿到山下要卖多久？那就是，对不对？你拿到街上确实1500、1000几是能卖得掉，但是你要卖多久？一天也卖不了多少啊，是吧，阿姨？再交点，真的，我给你的就是最高价，真的加不了。我们都是对，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。你觉得行，我就给你收了；你要说不行，没关系的，这都无所谓，是吧？咱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说不定你是今天背回去了，明天又拿过来给我了。对啊、你说小苗，你小伙子还不错。来，我那个我去问了，确实，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你说你背回去的过程再背过来，你说还是你的价格高，你还是给我，没关系的，这都无所谓。知道，因为我自身就农民出来的，我不会坑你，我也不能坑我直播间的粉丝。行吧，阿姨，900一斤，九百，全部都交掉了，真的加不了，真加不了。人家卖个头，真加不了。什么的蛋面，卖个的蛋面。好吧，这样吧，对对，你直接给我吧，我给你送你一袋大米。送你一袋大米。我们也会交高资可了吗？过节回家过节。回家就过节了，哥姐们，他们今天是火把节。对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今天是火把节。他们来倒不直接。对，云南这边今天过火把节。真好。
哎呦，真好看！我这闻着我都，我今天晚上，哎呦，这太贵了，我也吃不起。他也舍不得买。对，真好，这是真好。这个好。阿姨，哎，九百可以了，就是你听我说，真加不了，真加不了，我们骗你，加不了。阿姨，你们两个劝劝他，说实话，我怎么叫钱？他在这不卖，你们两个也一时半会回不了家。今天还火把节。我没事，我没有钱，他说卖得了，他要收，他说太价格太低了，你们再叫他交点。阿姨。哎，你不能拿你的在街上卖的价格跟我们比。你那在街上卖个1500、1600，甚至他碰到想要的卖个2000，你都能卖掉。你说我们是全部给你收完呀？买的毛没有会可高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阿姨，阿姨，哎，我如今天是900收的，对，昨天是900收的。我今天如果给你1000，昨天900卖给我的那个人，他来找我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不坏。不是说不会，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不能扰乱那个市场，阿姨你考虑一下，900，真的900。哎呀，他们说那是900，哎呀，卖卖给他们的了，哎呀，我们他要卖给你。你瞧你，我那还有这些，我那脖子风才卖的，要插队卖的呢，我那是大山里面的是山。你看有大有小，每个长得都不一样。多好呢，这个对，挺好的，这个真的干干净净，对，很香。阿姨不要说了，就900。900吧。对，批发价900。别说了，我等下给你拿袋大米。以后阿姨，你采到这些菌子，包括你们采的一些山货啥的，就不要拿到街上卖了，回头留个我的号码，或者留着阿米的都行。以后一个电话，我开车到你们家去拿，就省得你跑了，多辛苦呀。去街上卖了，对不对？也算是认识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阿姨？可以了，真的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哎呀，这叫他们吃了多年年的来收嘛，可以是吧，阿姨？他们了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哥姐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太难了？真的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哥姐们，是不是太难了？谢谢阿姨哈。那行，反正怎么说呢？回头给他拿袋米，900一斤，可以啊，500克。好吧，咱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好吧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900收来了，这个羊肚菌你们买过去吃试试，什么叫天花板，什么叫天花板级别的，知道吧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山货羊肚菌。这个多纳菌呢，这个这个我懂，这个确实难解，我去解一下。我这么个你就是在放在整个云南这个菌子都是最不好采的，对，这个很难采。你就是放在整个云南，羊肚菌都是最不好采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菌子是最难采的，就是羊肚菌，特别的少，不然它也不会这么贵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见的也多，见全没得，结的人很多是吧？阿米，哥见他们见全没得。阿米，咱们这样，好吧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咱们这样，900一斤收来的，咱们就。900是500克，500克，咱们50克，50克给大家上，50克就是90块钱，好不好？让每一个人都能买一点尝尝。对，可以买。可不可以？尝尝。大家觉得这个规格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咱们打个可以，就是50克，90块钱。咱们是说实话，这个价格90块钱，反正就等于怎么说呢？这个90块钱够你们吃个4到5顿，就差不多这么的一半，这么多差不多是100克，这么的一半，不要刷礼物，谢谢，不用千万不要刷。然后90块钱加8块钱的，加8块钱，这8块钱里面包含了5块钱的包装还有运费，另外3块钱是小苗跟阿米赚的，好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900一斤，觉得贵的。没关系，我不去跟你抬这个杠，没事的，你们去到某宝上面去买便宜的，这个东西山货它就是贵，我不去跟你们对比，好吧，我也不去跟你们抬杠，咱们有吃过羊肚菌的都知道，它就是菌子中的天花板，它价格就是贵，你想买便宜的 OK， 到某宝上面去买，我这边没有，好不好，哥姐们想要的在公屏上面打上2个字想要，我直接给大家上车。阿姨，哎，我一起等一会一起给你称了，好吧？等一会一起称，因为很多人在这等着呢。我给你现金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我一起给你称，好吧？直接给大家上车，来，阿米你拿着。这个不多，羊肚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数量有限，对，数量有限，这个是让你们拼手速的。看你们手速，拼手速，能抢得到就是你的，抢不到就没有。咱们明天看，抢不到，说不定明天还会有。
我找一下羊肚。对，这个价格真的不贵，因为去山上采这个，嗯，羊肚菌的话真的很难找。小孩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这个羊肚菌一样。直接上车了哈。一样价值很高。这个就是给小孩吃是最好的。熊娃娃是在最好的吗？最好就是给小孩吃，最好就是蒸蛋给他吃。对，老人小孩吃都是营养价值都是很高的，特别好吃，而且也特别的香。嗯。直接上了哈、嗯、直接上，大家拼一下手速、啊、拼手速哦，已经上了，上了，叔叔阿姨们赶紧去抢哦，你们抢不到就没有了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，看得到吗？可以炖鸡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能不能看到链接？阿牛看一下、嗯、我家丫头特别喜欢，非常抢得到就有，非常抢不到就没有。这个东西咱们家里条件好的可以多买一点，因为云南今年的菌子市场啊，你们有看新闻啊什么的应该都知道，今年的菌子整个的市场价格都特别高。我们昨天带阿米回去吃了个那个野生菌子，就是吃个菌汤嘛，价格都贵得很。对，为什么？就往年根本就没有那么贵的，因为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反正价格就是高。是的，嗯。煲汤真不错，是吧？真心好，煲汤呀，真心好，这个就真的是就是菌子装的天花板。对，大家赶快去抢一下、啊、可以煲鸡汤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煲汤，煲鸡汤多鲜呢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也可以，就是把羊肚菌泡完之后，你往里面放点肉，然后蒸着吃也是可以的，对，特别的香。对，大家赶快去抢啊！赶快去抢，50克这么的一半。对，这个一半下的特别的干、嗯、下的特别的干、嗯、你们放心，放几颗，放个3颗，你们煲汤或者是炖鸡的话放个3颗或者4颗就可以了，3颗天天来抢就是抢的所以就这个是要拼手速的今天目前是还有几单，对，目 目前还有一点，大家赶要需要的赶快去抢一下吧。夕阳山等我给你们上，嗯，马上啊，期待好货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，不会让你们绝对的、嗯、放心，50克，五十克还是挺多的。对，50克挺多的，嗯、因为这个晒得很干。来，我给你们去一下。这么多就是50克。对，50克。非常标准的50克啊。这么多就是50克。你们收到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只需要放个4颗，三这个就是大家。应该很多人应该都有吃，我教大家一个最好的吃法啊，打针粉，就是打针粉和我们卖的那个葛根粉啊什么的一起冲糊也是可以的，对，也可以。这个它最主要是什么？营养太猛了，知道吧？咱们小孩吃的话怎么吃？更不能吃太多。小孩吃放一颗就可以了，就放一颗，给它往水里泡一下，用刀给它切碎，切碎过之后做鸡蛋羹最好。就是营养最容易吸收，就是这个。还有最后的6单，还有6单哟，还有最后6单了哈，羊肚菌，大家拼一下手速，赶快去抢。